超辣正妹穿小裤裤搭捷运。咦，这个捷运车厢好像有点不一样诶，除了正妹比较多之外，仔细一看，大家的下半身怎么都只有小裤裤啊。昨天台北捷运板南线春光无限好，由运动品牌 Reebok 发起响应的无裤日活动，请来20名身材火辣的正妹，下半身只穿小裤裤，从忠孝复兴站搭捷运。妹妹们笑容亲切，大方秀出修长美腿，让一旁的男乘客眼睛都看直了。那个下半身都是穿短裤，会不会觉得很凉？有一点，有一点是吧？所以今天来这算是什么？大饱眼福就对了，是吧？对，有点吓到。先生，你会觉得他们那小姐穿得很辣？有是吧？没看过对不对？对。无裤日活动是在2002年从纽约地铁发起。除了倡导环保，也借机抒发生活中的压力。穿这样会不会很凉？我觉得这样很舒服啊，很舒服，因为我们要运动，就穿着球鞋这样。这是你第一次穿这样做捷运，是吧？没错。如果每天搭捷运的妹妹都穿这么辣，相信男性同胞一定觉得很舒压。昨天没赶上的也别沮丧，动新闻报好康。厂商今天下午2点半，记住是2点半哦，会在板南线忠孝复兴站再来一次哦。动新闻这次可别错过了报道。